去区分上衣的色哦，下面都是可以一样的色哦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是蓝条，然后一个是当然是穿到 L 扣都没有问题，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这个尺寸，因为它是做它领扣其实很漂亮，它是做 V 的，然后有扣子，它的扣子是做贝壳扣哦，就还蛮有质感，然后是可以打开的，可以打开的，然后就是穿起来就是这样 V 领的感觉，重点是这款。可以正常领穿，正常领穿就这样子，正常穿，我觉得蛮气派的，是这样子。它刚好，它是做落肩，然后有点像真的很流行这种蓬蓬袖，小小蓬蓬袖的感觉，袖子的地方也有松紧，弹性超好的，所以它不会让你穿起来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完全不会。然后这颜色呢，就是杏色配白色，对。然后这个肩膀地方它有做松紧弹力的，它还蛮细心的，所以你可能拉一次也 OK。好，然后配上了一个高腰裤，它的裤子呢版型就是做花苞东西，没错没错，对，所以这个 L 号都能穿，也不觉得很紧很不舒服的感觉。然后还有这个绑绳的设计，绳子呢就是这样穿，很特别，就是两个洞，没错没错，对，然后直接绑起来就会很有腰身。那看你喜欢穿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都可以哦。那像我自己喜欢拉高一点，所以把绑在我高腰地方，我觉得穿高腰一点感觉腿很长。其实它对太多细节吧，它有拉链哎，但其实后面松紧我都直接穿，因为弹性真的蛮好的。然后绑起来的话就 OK， 它是绑绳设计，所以尽量绑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有打折，这个算是打折裤，穿起来不贴腿，不贴腿，所以我觉得这夏天穿起来就比较舒适。小编，那底零是要12啊？比较不用怕你的大腿就是流汗出汗会黏住，完全不会。然后裤子的长度也非常的安全，不用担心会漏到微笑线啊。好，那我这样穿这个是杏色的，比较整体的色系这样，比较像红色。低调那种杏色的条纹，换色，换一个上面是蓝色比较亮点的扣子，这样就很利落。没错没错，而且我觉得手袖是经典，就是它的袖子这样设计好看，小小的手袖，要不要拉都可以，今天都是弹性，蓝色一样配杏色的，重点这裤子啊也完全不会扣，不扣，然后松紧一样也有，后面的花苞被你压死。花苞设计，哎，很好看哎。然后这个穿起来是真的还蛮舒适的。好，不用想穿，你打火好。好，来颜色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色系。好，来身上这一套套装哦，编号12，编号12，总共两个色哈，蓝色跟杏色两个色。